回来三年了，再给我十年的时间，和现在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？过情人节了，情人节都送花，没几天就凋谢了，还不如送一点人民币。情人节的礼物就好比一张彩票，即使充满期待，也未必能让人在最后感到惊喜。大仙，我好像这里有一个嗨，哎，你终于来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快坐啊。我们刚刚在聊什么？我们在看手相。但是我这个人没有定力，被他一眼看穿，心里好没有安全感。那你得看看我的，最近有没有什么桃花运啊？真的有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会有人追我吗？还是等等？哇，真的，你最近有红鸾心动的迹象，是意思是我的真命天子要出现了吗？我觉得我还是不太相信命运这东西，因为爱情从来不会出现在没有准备的人面前。李小姐你好，我是那个有间花店的，这里有一束玫瑰花，请您签收收下。好吧，这里有卡片。好，再见。一个人的七夕情人节，寂寞又提前多开了假条，让我从忙碌中放空自己，迎接更好的明天。下一段旅行应该往哪个方向呢？一起结伴的人会是什么模样呢？你好，李小姐。嗯，怎么了吗？又有一盒您的花，请您签收一下。我的？对，您的，请您签收一下。好，谢谢，祝你七夕节快乐，拜拜。虽然心跳有点加速，我很想听你亲口告诉我。时光。